台湾日本少棒亲善交流邀请赛，3月26、27号两天，分别在台东棒球村的第二球场跟卑南国小棒球场举行。来自日本的少棒队也非常期待。いつもと違う感じで、なんかワクワクしてます。和以往不同，非常期待待会的比赛。虽然第一天的赛事气候不佳，但小球员想赢球的斗志仍然不受影响，球场上较劲意味相当浓厚。一二三，五胜。经过一个上午赛事进行，跟日本队比赛的新生少棒队看到日本队手背扎实，打线也不错，从中也获益良多。他们就是接得很好，他不会想要那个很漂亮的动作，然后球接好这样就好。他们速度都很快，然后手背也很好，然后打击也不错。那你自己有学到什么吗？要拼。要拼哦。不能放弃，还没到最后就不能放弃。台湾跟日本少棒队借由切磋球技，各自看到自己的不足跟优势。小球员希望像这样的国际交流赛事能够持续办下去。记者台东市综合报道。